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David。嚟緊兩集嘅機歷咧，我就會做一啲老友記嘅防跌運動。好啦，老友記嘅防跌咧，其實除咗運動之餘咧，牽涉好多嘢嘅喎，甚至乎屋企嘅燈光啊、衣著嘅鬆緊啊、拖鞋嘅線同埋絕啊，其實都有影響嘅。都係嗰句啦，肌力訓練梗係做運動啦。咁好簡單，第一個動作咧，我哋會攞張凳先，嗱，穩定張凳，我哋可以扶到佢。又企得直嘅，留意開始做嘅時候咧，我哋嘗試著鞋做先啊，因為千祈唔好著拖鞋，著咗對舒適嘅鞋，唔好頂趾或者唔好太大嘅鞋啦。好啦，我哋先坐喺張凳上面。好啦，只腳咧唔好咁樣收咗入嚟喎，打翻開少少嘅。呢次我哋練翻我哋嘅小腿嘅肌肉啦，我哋個勁前肌啦，同埋我哋個腳腕個活動先。嗱，呢次我哋會做十下個動作啦，點為之一下咧？我哋咪一咪，升一升為一下。好，一開始我哋第一下咪起腳趾，係啦，盡量咪到最入。好 ，hold 一、二、三。好啦，然之後就趌起只腳踭喎。三，好，第二下咪。三，放翻落嚟，慢慢放，慢慢升。好，三、二、三，三、二、三，好，四。做的時候 keep 住呼吸啊！好啦，第一個動作啦，其實我哋下一個動作嘅進階版咧，其實動作都一樣嘅。我哋企起身可以扶住張凳啦，啱啱講啦，扶張凳咧，你個人可以企得直嘅。如果冇咁高個凳 pan 咧，其實我哋扶住埲牆都可以嘅。好啦，扶實張凳嘅時候，首先我哋升起小腿。一好，之後咪起腳趾，二三嗱，升起嘅時候感覺到小腿肌肉扯實咗啦。好啦，咪起腳趾嘅時候覺得前邊勁前肌扯實咗啦。好啦，下一個動作咧，我哋開始少少練個平衡力咯喎。開頭嘅時候啊，一樣著住舒適嘅鞋，扶一扶張凳先。我哋會單腳慢慢收起一隻腳，慢慢收起，我哋 hold 三秒。嗱，留意啦，唔好掹實張凳，唔好借張凳嘅力去幫助平衡啊，只係輔助，等你隻腳可以升起企穩啲嘅啫。明白，好，這個動作我們都會做十次的。好了，慢慢可以放下來，上來。
大髀去到九十度角 ，hold 三秒，落。好啦，如果覺得平衡力 OK 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唔扶張凳啊，慢慢升起，四。當你做的時候，單腳咧，你留意到企喺度嗰只腳咧，只腳腳板咧係用緊佢嘅微小肌肉係幫你平衡緊嘅。好啦，做完呢邊，跟住繼續做另一邊啦。好啦，開始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扶住張凳先啦。係啦，但唔好靠太依賴張凳啊，慢慢轉移個重心，升起一。慢放，企翻穩可以。好，第二下，二。三。四。好啦，企得穩之後啊，可以我哋唔扶，慢慢遞起。下一個動作咧，我哋就會用腳踭嚟到行路嘅，咁樣行路啦。嗱，我哋開始嘅時候可以揾埲牆啦，扶住埲牆，慢慢咪起個腳趾，好向前行先啊！嗱，記住我哋行雙數啊，慢慢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啦，另一邊嘞噃。我哋行翻轉頭啊！如果屋企夠闊嘅咧，就可以繼續行上去啦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調轉。好啦，試下唔扶牆咯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，好，另一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啦，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好似细个玩嘅时候咧，搭只脚上去，脚踭就贴住脚趾嘅。一條直線咁樣行，練翻個平衡力啊！好，開始我哋都係扶住埲牆啦，一樣記住行雙數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調轉。三、四、五、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以上的動作呢，最好穿回對舒適的運動鞋啦，就千萬不要穿拖鞋。其實赤足都可以做的，就不要穿襪或者穿一些防線的襪去做，令到腳板的微小肌肉動多一些，效果其實還要更好。以上的動作呢，記住了，我們做十下，我們做三組。今集呢，我又跟大家介紹了幾個長者的防線運動，希望大家喜歡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個節目，記得訂閱我們的健康好人生頻道。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喂喂喂，看完片不要走住啊，记得要订阅我们，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和养生资讯，陪大家追求健康，享受精彩人生。